段时间的时尚水的没有用的话我起来不要给自己上看到有那些鹅的血，看恁帮助的鹅了没有？你自己在那边多一个人。哦，咱俩就比帮忙，阮的阿哥阿娘来做，这样来当先讲好，多讲解。哦，我觉得喜欢的，无迄个勇气。我哩，因为有闲的附近人，你看那培养的啦。啊，恁那不等于三多路嘛？很盖过了，三多路，啊，离魏武营附近，你很盖过了。我们班主任吼，优秀优秀。先我甲咱讲哦，嘴拿开呢，迄是风清吼，讲要耳清开大对，但是即摆若无代志，人家听听开嘴哦。讲伊叫做口开神气散，你嘴开你的身体的散气哦吼，先静静洗洗。静静很重要，因为咱人拢常静袂落来吼，咱拢爱看到大家低低的，无讲一句也真艰苦吼。但是即摆即个时间静默，咱即摆要静默吼。有提到讲爱挂，毋知要哪挂啦吼。咱这若提到即种，来，照一个，提到这個，只甲挂挂。海边无限孔子。好来，今天的哈，拍到的这句话，这个圣训，已经拍到的是人写，叫做王上帝，已经拍到的叫做属尊上帝。那我不上帝的这句话。是咱自尊自保家己爱的，因为他拄仔已经有家己家己伫写，对不对？咱莫想着讲，我有摕着这种的，感觉呐，摕着这较好，所以大家头啊拢一直摕这個，是安尼样子。重点是一句话要互你的祝福是啥？是咧摕这种，咱莫去看外口的面相，重点是这样。那么咱即摆呢，把咱的物件拢先放下。地啊，啥拢放放边啊！提着咱的灯徛起来，静静莫讲话。灯，当咱各位找着啊，当咱老师给咱的方位找着啊，咱刷了要安怎？刷来就是静心，虔诚的心要向前行，要向前行，不是徛伫遮哦。咱即摆心要起风，但是要起风之前。咱必须爱对着咱的领导者，咱要邀请、邀请咱的负责人领导咱的道场，在110年，咱未来的路会当行了搁较稳、搁较成熟，予咱的道场当搁较宽，搁较会当予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来参与感觉会，改变咱家己自身的命运，改变咱家庭的命运。但是要改变这一切开始，拢是爱为着。咱即摆要有为着未来开始起点，感恩过去，仰仰未来。即摆用着咱上辛苦的心，咱请用请负责人来甲咱念标语，要祈福的标语吼。啊，咱着静心静静，看着头前的佛光火，手体看着头前的佛光火，然后静心听负责人要甲咱祈祷的祈祷文，咱静心静心。祈祷文，会做天心，明明上帝殿下，
时得三地木业，天温何当？多感花体，究竟欢迎一贯一贯的天家女儿，爱祥单位在修建园慈悲领导之下，爱祥下营分堂得以在此结缘，回顾189年道务副建园方新聪带领全体道亲感谢天恩，师兄祖师皇祖，您祖师皇祖引领弟子们在过去努力合作的一年，该年得天得天冠宿，立心展翅，建立爱祥，怀感恩的心，必不破戒，发愿长老长赤，道心滋长，心菩提心，得书指点，上皇下化，三宝相持，永驻立心，得人做道，代天宣化，替天行道，起欢喜心，得思想办。依法修持，行菩萨道，苦益众生，得时应运，天道普持，功德有情，发心愿心，得地供养，宽待博爱博福，互助包容，有容用心，有宽用心，得不地用勤劳。积念利益众生，明地理心，地主定，敬愿生心忏悔，将真念、金念、及护念、念念不别无为念、不别骄妄念、不别嫉妒念，将前所有的恶业、诸恶、诸业、诸恶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在此叩求，老好慈悲，加持弟子等，皆能一心向善，利益师中，三世平行，四季平安，五伦相顺，六道万行，七星共照，八德具备，九年。业品十方盛传，必福有真，万象更新，多情多之方。哦，疫情哦，疫情散退，道路方便，家家幸福，地主兴旺，地主心心祈求，时机公。本表现在祈愿哈，大家十鞠躬哈，来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四鞠躬，五鞠躬，六鞠躬，七鞠躬，八鞠躬，九鞠躬，十鞠躬。好，礼成，那我们先请坐一下。咱今仔回顾了到家吼，他来做一个结束了。那么咱等一下结束之前呢，咱那个邀请永请咱负责人，咱主力哥甲咱致最后的那个闭幕词。但是今仔吼，咱的两位，咱刚才说做主力的拢讲，好付钱的哪里付
导慈悲的喝啦，但是后前还是希望我们点传师用很简短的时间啦，吼，就是佛嘛讲一个祝福的话，好不？吼，咱就祝福的话安尼，祝福大家，吼啊，让大家还是我们恭请人师出来跟我们讲讲话，好不好？好，好那我们先掌声欢迎传师，掌声谢谢。人道鞠躬，君道鞠躬，传世好，传世好。啊，各位前前，大家午安哈，请坐下。啊，刚啊，跟着走的哈。啊，李家人啊，目前人啊，郑经理，还有顾问主席、顾问啊，还有各处处长、组长，还有部啊。副组长在座各位前行大德，大家午安。哦，有人说午安。啊，今天呢，或是啊，游玩呢，啊，非常的欢喜。啊，总一旦这个庄严的活动当中呢，跟各位前行大德啊，一旦啊来共结善缘，以及有这份的善缘，都都是咱过去历史。啊，所修所行，那么伫这个八点年真多降世的当中呢，啊，大家会当啊来得到哦，啊，佮会当要来研究道理，来听道理，哦，这嘛呢，奠定了着咱大家伫这世人当中呢，那么有了着这个福分，啊，会当好好来欣赏，啊，有这个智慧，伫咱念佛学佛当中。啊，念佛在佛当中，各会向要学佛，好、哦，那当然，这就是咱人生哦，互咱带走的。那么唯有就是修行学道，哦，所以讲行尽世间千条路万条路，唯有修行不过瘾。一句话呢，啊，伊是千真万确，哦，啊，若为咱人生来讲起，啊，因为也做福建人，甲咱慈悲嘛，吼、哦，由于了解这个疫情。更加予咱感觉讲，伫世间呢，其实讲起，哦，上至着总统，哦，那么下至庶民，有可能呢，拢会感染了伊这个疫情。唔是啥物人有身份有钱，伊就会得着，哦，啊，所以讲呢，啊，伫这个所在好好啊珍惜，啊，咱有这个因缘，哦，甲咱这种啊向佛的心，爱不断哦，哦，爱不断哦。哦，这倒是咱人生早会去的，哦啊，所以贡献呢，希望今年大家足有心，哦，牺牲奉献，嘛希望啊，伫这个110年啊，咱的班的活动开始的时阵，大家继续用这种的热情甲诚恳，继续来造就家己，扶持着娘，搁会当照顾着兄弟姊妹，安尼敢好？好。哦那当然，伫遮或许嘛，深深祝福啊，咱大家各位前贤大德咧啊，伫未来一冬，大家拢会当真正顺利、平安、健康啊，共同扶持咱的道路，可以搁更加方便，安尼咁好。啊，尤其是咱为了过年啊，咱遮咧点灯啊，希望伫点伫这几天当中，大家多日。来建立的这个功德，安尼讲好，啊，以上感恩哈，大众起立。感谢你们支持的前道鞠躬。君道鞠躬，感谢梁师慈悲，感谢梁师慈悲。我们现在先恭请我们的真典法师。
恭请点燃四十杯，前道鞠躬，坤道鞠躬。杨师好，杨师好。各位亲人请坐，请坐下。我们敬爱的护前人，还有我们敬爱的洪点燃师，还有各位主席在座的各位领任，各位前野大的大家，午安。天团师午安。今天呢，师公非常的欢喜，但是我怕这阵呢，师公非常感恩呢，咱首先。